哎，一超到了吗？大家都在等你一个。我快到了，已经在门口了。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哎，一超，这边这边。大家都变好多哦。我是毕业后就决定要去甜点店了，因为那时候正流行芋泥卷呢。这家伙现在预定可是要等半年后才能拿到，超抢手。没那么夸张啦。我那时候也有去他们店里做芋泥卷呢，但后来还是觉得不太适合。这批又做失败了吗？果然内馅还是太干了。后来我还是决定回我妈的店里帮忙啦，虽然很无趣啊，但至少生活很踏实啊。我们明年会在这一带开分店哦，到时候记得来捧场，我请客。那 Eric 你怎么变泡芙了？哇，我还去欧洲当背包客，我走遍整个欧洲流浪超过五年，最后发现法国人的人生才是人生 c'est la vie， 所以我决定回国开一间法式芋头泡芙店，让你们这些乡巴佬见识一下。我们电影的原料都是从法国直接进口。大家都变得好厉害，还记得以前大家还说过永远都不会变的。大家芋头棒，芋头！拜拜拜拜拜拜，下次见，再见，拜拜拜拜。原来你在这里啊！想说你今天怎么没出现呢？我在想，是不是应该放弃做原味芋头，改做加工食品？可是你们就是喜欢做原味的自己嘛。你不要忘记，火锅会好吃，就是因为大家都尽了全力发挥美味，让大家一起煮才会好吃。永远不要忘记那种跟汤头融为一体、糊成一团的心情了。谢谢你，老肉。那两块东西你不吃哦？那块肉太不新鲜了，然后我不喜欢芋头煮火锅。喜欢影片的话，也请按赞加订阅哦。新贴图上架，请多多支持。本集的赞助小可爱有瑞瑞、爱与光之小胖、铁石大奶、心我爱、比美猴多年心、超时空针脚、安妮君、可爱的可纯真、恒宇水塔之家、水上扛把子、鱼之国国王陛下、吉米徐。加入订阅，每月只要200元，你也可以成为赞助小可爱哦。